老爹，来了这自闭症就别想活着离开了。哦，没想到在我辣手催化剂到宝面前，这对人还能生出反抗的想法，可以可以，很欣赏他们的勇气啊。等我吃完这个止痛药就去解决他。Surprise！ 表弟，你先自求多福哈。溜了溜了溜了。不是我说，你这挺凶啊！来，给我倒。还有一个想摸过来，被我抓现行了吧？趁他病邀他命，咱们直接共楼把他们灭队好了。换上我的祖传喷子。哎呦，老爹还在打药呢，这应该是刚才我击倒的那个，就劳烦你再倒一次了。上去瞅瞅。哎呦，三个老弟在这卡楼梯呢，好大的阵仗！打完一套先下来稳一稳，不能一个劲的当莽夫，全是细节，大家学着点。是个高手，不过不要慌，打这种人只需要用到提前枪就好了，计算好时机，让敌人主动出来接子弹，一把喷子直接灭队，就是这么帅，没的办法。这楼上好像有什么脚步声，上去瞅瞅。小老弟别跑呀，快放弃无谓的抵抗了，快献出你的盒子给我舔一舔，标准舒服的压扁。哎呀，你看看就知道跟我调皮，早点接受命运的安排不好吗？还有你瞅啥瞅啥，你鸡哥的盛世美颜不是你能胡乱看的，你也挺调皮啊。跑得挺快，还是先把他队友补了吧。来了老弟。哎呀表弟，你又来抢我人头，一不小心又到决赛圈了。哎，你看看我找的这块地方，简直堪称风水宝地啊，不仅是制高点，而且正处圈中心，易守难攻，视野还非常棒，我可真是个天才。这就发现一个小瓜皮，还搁那瞄谁呢，给我倒。啊，表弟怎么每次丢人机警又是你啊，别急别急，我先给你扶起来。哎，圈边还有一个。嗯，那边怎么又打起来了，还想舔包吃猥琐子。哎呦呦，这打的叫一个凶呀。哎，击倒一个补掉，那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了，就在那山崖下面，不过一看这安全区，把我们这山崖排除在外就很尴尬，下雪肯定得摔死呀。来表弟，你先跳一个看看会不会摔死。我操，我操，没死，我没死。你下来，你赶紧下来。下来怎么可能下去，你这是运气好，万一我摔死了可咋办，我还是老老实实留在这上面。哎，他出来了。你看看，没智商的表弟只会跳崖，而我不一样，聪明的人扛毒就可以把敌人干掉了。最后喜欢大宝的别忘了点个关注呀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